我是五毛宝贝，然后我是主唱阿谦。然后刚刚那个猥亵的主持人。我们团长，你是我们五毛宝贝团长，千里好。走在后面的这个教主，走在后面的教主是我们家鼓手，徐日本。我当初请他加入你就可以了。那个默默走在后面的吉他手，是我们家，也是其实也是我们家 keyboard， 他今天没有弹 keyboard， 对。对，人人都有伤。无敌。然后，先介绍谁？先介绍我们啊！要我介绍啊！先介绍谁啊？先，还有啊！来，来宾先好，不是我们总经理。总经理。对，总经理。一份单单就是。对，就一份单单起。知道啊！一份单单请到的名字，知道。院长，还来个屏东，还来个屏东院长。对，然后这也是我们总经理。我叫姑妈。对，刚刚说很明显，因为女巫也是姑妈，但同时也是凤凰属性的主唱。The used 的要上引号加下引号，都不会打开来找我。对，我有很多一交朋友，我可以教你怎么打，因为连我都找不到我自己的粉砖。真的，我之前打过超难的，超难，那到底用怎么打？真的，所以再给我帮忙按个赞，对我们缺赞，谢谢。好，下半场开场是什么歌？我看一下。开场就是一首很激烈的歌，很激烈。然后如果阿谦要唱也 OK， 就交给你唱。姑妈就很激烈嘛，上半场上半场很激烈嘛，是吗？很壮哎。哦，对，这是我的激烈。对，是激烈。这边打一区的。打一区。刚我们甲贺人来是，他是甲贺人发帖，下半场的时候是甲贺人是2005年，现在我们带各位观众来到2007年，对，对，2007年。算是这么作品吗？是，他是算外传。外传。对。对。对，少年少女，对对对，他主导，他主导。前奏说不定会知道状况是什么。虽然他的作品看起来像3017年的东西。对啊，其实作品蛮中二的，不知道他讲什么。所以再来这首《科学的超验气泡》，嗡嘛嗡嘛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稍微准备一下。